我这个阵容好脆呀、啊！德莱文 ，Jackie Love， 哇！想了这么久，我们怎么漏掉了锤石的？不是这个阵容有可能就是，这阵容只有两种结果。对，十五分钟把别人推了，是；要么就十五分钟就直接投了。哎，为了什么装备？他肯定待会要出装备的呀，但他要一定要出普通道具对吧？狂风之力。姐姐这个位置有机会啊，我又走过来，但第一时间 Jackie Love 他眼睛看到了，勾了一下太阳交闪了，哎，不交的话要没了，这里直接被姐姐一个果断的闪现拍，很关键。他其实还是一个偏 poke 的，说实话，包括你待会可能打团战，德莱文的大招都要用来破破的。是，而且锤石可能不太需要去怎么主动，对，他就是保护。哎，这一个勾到了一个小炮，是小炮直接交治疗了。但是卡哥是从左边过来的，那被破很危险呀、啊，没闪现的直接被秒了。哇，是下路的对线，主还是一直在找机会。嗯，这一勾又勾到，又是灯笼、哎，又是灯笼，这边还是想杀梅克。哇，好险，这个 Q 技能并没有被厄运钟摆给摆掉。对，这个钩子如果没勾。上路三六九，直接直接拍，这一个人直接要打两个人吗？有点危险，这边可能要进龙坑闪上墙了。是，这个位置杰杰也有闪，但是应该不会跟，不好追了。对，这里面要打先锋了。滔博这里的话，感觉可以打呀，这一波。占卜花朵看到了先锋的一个血量，卡萨已经进到了可以去拼惩的一个距离。哎、哦、呀，这边还驱赶的地方，因为这边是三打二，暂时的。花椒直接拉了七百血，被卡萨拿了下来，杰杰已经没血了，但是三六九。这波没闪现的三六九直接被秒了，是他俩这边咬了上来，他站在了 Scott 的立场上面啊，一把又中了 Scott， 但是有一些闪现，姐姐还没有死，闪现过来想咬，但是没有加强的距离，最后是用一个 Knight 拿到了这个人头，乌有换掉了 Knight 一个 QW 换了，是，但是旁边对 Knight 也是小炮的这个塔刀啊，是有点难的。这波主要姐姐没血，第一时间他被发条打了一整套 QWR， 然后这个时候想过来抢。给了个治疗、哦、但是他还闪回去，他的闪等于是闪过去以后什么事都他惩戒已经来不及了，对吧？那么杰杰只能 OB， 被迫 OB 惩了一下这个魔爪蛙回来，有了一点血过来挨了 Knight 一个 QW。 这波卡萨打得好呀，虽然最后死了，他的效果全打出来了。对，就这一标如果中了完美，可以稍微 poke 一下杰杰，被暴力插了一标，但问题不大。这里滔博要开的亚洲收到了泰坦，这波的话，泰坦直接交闪现，还好有闪，但是卡萨下一标看看怎么说。泰坦当时给了 Jackie Love， Jackie Love 这边还是收掉了背后的人头，这边还有一个灯笼可以再点一下，一勾就是碧罗 Bible 的一个闪现。对，死高的赶过来，但是没有控制啊，一对一的控制，没控死掉了，没控，开不了。那波因为他没有去支援，他有这边不走吗？是不是感觉走不掉了？兵线清掉了，这个三包一死了，有 TP 先打一套，哇，没有兵线的话，一也不敢长越。是，这波下来，要么就让了，要么就果断开。对，但汤姆选择把龙先拉过来，还要打吗？要开了，开车了，撞到了一个杰斯，给一个灯笼，在这边圣江哥的话，可能第一时间被秒，杰克拉一个大招收到了杰克这个圣江哥的人头。这一波圣江哥龙也打不掉呀，进去的时候 EDG 的跟不上的，明显是跟不上的。其实这波还是得让，是吧？还是问题，就 EDG 缺少泰坦手段，而且他们现在确实经济劣势，而且再加上阵容，现在也是滔博的一个强势期，不太能跟得上。我还以为 EDG 他们会选择直接接盘这个小龙，但是小龙回血了，对这个大龙念念不忘。杰斯是有技，但是杰斯这边没什么血了。对，但杰斯是要回家一波。斯科特被打闪现了，下路火火三六九也叫闪，因为看到了赛恩。刚才是换了闪现下路，是，但是要打了要打了。先开一个没控，没控直接被秒了，被秒大龙回血了吗？打回了，回了一点儿，还有一半。杰斯了，杰斯还在回家。是先锋已经要拆二塔了。赛恩是选择利用自己的大招开出来，开进来，但是这边被勾了一下。大龙这个血量感觉滔博有点尴尬，三千多点血必须要打到底了。但是隔壁开到光明点，想逼一下。杰杰没血，被地府都丢死了。杰克勒姆回头再把大龙一拿，但是发现疯狂的隔着这个大龙壳在输出。他刚刚已经先点死了，滔博可能要热了，哎，不用 QW， 哇，这一炮打中的话人就没了，是万一劣势，对，我出一个什么幽梦，你看还是这个问题啊，就是他开不了团，是，而且这一波下路很容易死，我觉得主要还有因为下路这波杰斯是三六九，其实隐藏有点力点攻，他把维克多的状态完全打掉了，对，然后塞恩是虽然他也到下路，但是他有一个大招过来的时候，给了滔博多一点，大概多了五秒钟的时间。滔博很冷静啊，就拉在龙坑里面打，你也不敢过来。对，可惜就是卓这个位置是被小炮最后一个。这波还有一个关键是 Scout 没大，他大招杀戮给用过了。对啊，所以我说三六九这波
立小功，是。滴滴可能要尝试打一波了，但是还是这个问题，得把团开起来。一勾，石阳哥再次挡到，但石阳的血量要小心，打得太快了。脚闪，大招，大招，直接把石阳哥大招拉出。哦呦，这个德莱文的大招差点把石阳哥带走。这个亡命，得回家了呀！回家的话没 TP 怎么办？是的，这边打大龙速度会非常的快，一秒、两秒、三秒，大龙已经翻起来了。没了。没机会，没机会！今天这个大龙到了，还来过到了梅空，梅空没什么血量了，暴雪拿到了大龙，但是 Five 疯狂在点，击败了两个人，有机会吗？杀掉了德莱文，但是锤石也倒了，沈佳哥其他三个人击下来了，这时候被杰斯给锤走，这边再交一个闪现，哇，这个阵容打到后期，其实这个阵容可以的，嗯，这波梅空的大招给的还可以，是回头给一个大，对，正好是击飞了两人，就左他。他在往右边走，然后 JK Love 再往左边走，但是那个时间点 timing 没有抓好。JK Love 这波如果闪现交出来，他应该是不会死。哎，十秒钟的小龙刷新，杰杰要小心啊！杰杰一炮没有吃。哎，远方这边突然撞到了卡莎，关键的角度，再击飞，发下大招，被远方闪现给躲了。但这个位置感觉金生丸有机会吗？远方还是被换掉了。哇、哦，这里的话感觉套路要收割了，杰斯下来感觉打不太过一滴，这里是后续卡莎没死，三六九战斗力拉满。哇，这感觉是个清场局了。是闪现过来一斧头，大长感觉会一波啊！杰斯跟德莱文拆的有点快，是有兵线吗？直接交 TP 去补下路的兵线，有一台炮车补到了，那这样的话有可能一波二十秒能不能来得及？但这个兵线稍微要耽搁点时间，可以三个 C 到有进门牙的时候稍微扛一下，再一波兵线出来十秒钟，想办法为一局争取一点时间。感觉好像一波不了，一波不了了，再拆一路还是怎么说？只要他们三个人有一个赛人，他们可以让赛人就一直扛这个门牙，对吧？咱要走了吧？一那边也，杰杰已经复活了，复活了，点的速度非常的快啊！还想一波，还是想一波 ？Viper 已经复活了，勾到了杰杰，杰杰还是被秒掉，只剩一个门牙塔，还有 Viper 又被斧头丢了一下，哇，扛不太住了。哇，没办法了，感觉这个水晶点就结束了。滔搏第一把30分钟出头拿下，恭喜滔搏。